个人主权，要唱大声一点。这个其实我曾经送人家 CD 的时候，人家跟我讲说什么送 CD 哦，但是我要放哪里听？因为大家已经没有那个 CD player 了，都连车上都没有这个 MP3 了，所以我 CD 送不出去。当时我送给别人的时候，他说我没有 CD player 没有办法听，我就很尴尬，因为现在以前我的唱片还是有 CD 的。那我刚好就一箱 CD 在这边，今天大家如果都好热的话，我这样子每一桌送一张，好不好？好吧，一桌就送一张，好，不能每一个人都送一张，因为像一家人送那么多张也没用，可能会垫桌脚。那我觉得我一直被压在下面会很痛苦，对不对？
好吧，那我今天就一桌送一张，对吧？让大家开心。不过要答应我，就是等一下还是一样，像木棉道一样，大家一起来同乐。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尤其是一个餐厅又慢慢的没有地方可以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地方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很难得。除非说哪一天，谁办一个活动在哪一个广场，大家可以在一起合唱，我觉得那个机会就比较小一点。像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活动演唱场的唱民歌的时候啊，记得是在永和的不知道几号公园，然后四号公园，啊你也在啊，哦那个现场大概有上千人了，他全部都在大合唱的时候，老实讲那时候我真的全身都起鸡皮疙瘩，因为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能够把人心，不管你是任何阶层的人，会拉在一起的，真的只有音乐，而且只有属于我们这个年代大家熟悉的音乐，因为像很多年轻的歌，老实讲我自己也听不太懂。有些东西真的是可能是年轻那一代他们比较清楚的，那像我们这个年代能够把大家拉进来，其实你我可能在路上走，我们都互相不认识，但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我在这个地方，然后因为我的工作是这个，所以我可以用音乐可以把大家拉在一起，真的也只有音乐而已，所以今天真的蛮珍惜像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机会，所以到时候他找我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吧，好，虽然也是最后一天，我也倡导了这么多家了，也不差这一家了，所以我就说好吧，我就来吧，反正他已经要宣布要停止了嘛，所以也不是我倡导的，所以跟我的关系就比较没有那么直接了哈。好，那还有什么样的歌想要，你们想要唱，你们想要唱什么歌，我一起来好吗？就是你们点歌给自己唱，威远杀神，威远杀神 OK， 但是我找一下歌词，这我不是很记得，过人沙城是我们师兄施孝荣的歌曲，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哦。对对对，就拉拉，一直拉，但是那个厕所待会不要紧。
缭绕。海里来的花。